那么文昌帝君70多岁的70多岁的70多次的变化化身也是不需要去怀疑的啊。但是现在谈到一般的人凡夫俗子，他一死之后，就是他的魂魄就散掉了，怎么可以说他长劫永存呢？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些大人物这个大忠大孝的人，他的精神可以延续得很长。那一般凡夫俗子，好像他的魂魄就比较低一点比较他就容易散掉，他散掉了就不会永远存在吧？问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里面就是用我们的凡夫的分别见来看问题了。所以回答你看这个回答，这个形体，在我们形体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涅槃的身体，涅槃身体呢跟它续世的业力有关系，所以有身体长得高大的，有比较矮小的，有比较有聪明的，有比较愚痴一点的。在涅槃身福报修得大，他的社会地位高他是富贵这个福报低，他就很贫贱，甚至做乞丐，他有这些差异。但是这个形体下面的这个性，它是平等的。这就是佛法对一切众生的自性的平等的关照。涅槃身有差异，但是涅槃身家的真如自性，每一个众生本具的，每一个众生是平等的，他这个性上是没有大小淋漓的差别的，他是一起摆平的，这叫平等相，一空相，一相，无相，这一定要了解这个情况。不仅人和人之间在性体上平等的，就是畜生、鸢飞、卵动之物在性体上都是平等的。虽然它作为鸢飞卵动之物，佛性没有减少一点；虽然释迦牟尼佛成佛万德庄严了，他的佛性也都没有增加一点，都是不增不减的。这就是佛教对生命的大平等的关照。由于这个关照，我们每个人就得要尊重自己的灵自重己灵我的灵性跟佛没有两样的所以如果说一成为凡夫俗子，这个魂魄就磨灭了。如果用这个观念来说的话，那文昌帝君当年在他变化的每一生当中，曾经做过穷池的在穷池县那个造恶业之后，他变成了一个一寸长的小蛇，那是不是比凡夫俗子还要低贱的生命呢？如果说魂魄要散的话，那做小蛇的时候早就散掉了。如果散掉了，哪有今天的文昌帝君的存在呀？以及今天的文昌帝君，未来的安乐不动的这尊佛呀的存在呀，那都没有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自性、灵性的层面是平等的。他文昌帝君作为这个一寸长的小蛇的时候，他的灵性没有减少一点。现在他作为现在又恢复了文昌帝君这样的一个掌握读书人的功名富贵的这样的一个大权的大人物，以及未来会成佛的这么一个万德庄严的佛，在这种层面，他的灵性也没有增加一点。从这里我们就要了解到，
哦，我们每一个人，哎，都是非常非常尊严的，啊，儒家就在《春秋》啊，《左传》《春秋》里面讨论不朽的问题，啊，讨论不朽问题有三种不朽，啊，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要像尧舜禹这样的，啊，这就叫立德。立功就像大禹那样的治水，这就叫立功，啊，立言就是那些圣贤建立的一种自信流现出来的智慧的灵魂，啊，这些实际上这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都是从我们的自信里面开发建立起来的。所以不修心养性的人，他是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啊，如果比如现在的一些啊政府官员为了政绩啊搞的很多形象工程，这不叫立功啊！啊，真正的立功那在历史上也有交代的。啊，他从自信里面产生出的一种行为，他要有一种无我的智慧，有一种大慈悲心，有一种远见的智慧凝建出来的这个功啊。啊，就像现在的四川的都江堰那个李冰父子，大家都很推崇他，他真的是治了水患，而且做得非常巧妙，非常坚固啊！啊，这个功就能够永远的树立在民众的心中啊！啊，不是做形象的。因为做形象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政绩，政绩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当官。他每一年都离不开这个小我的话，是谈不上功的。